要开始发脾气了，这我就实在是太火大了，太过分了，搞什么鬼？你有什么意见？那你要进来报告，不是在写脸书，那你的报告po在脸书上面，我觉得太离谱了。也就是说，进入体制内的人，你知道哦，你不要一直还这种体制外的。 行为模式在做事，这实在是我就实在受不了这种事情，所以要开始发脾气了。你是现在是体制内的总经理，你不是在每天在外面发脸书啊，然后在外面讲话，然后拜托，那你到董事会去报告啊，你到进来市政府那个产业局跟产业局跟那个公务局在联合会议，你要进来报告啊，啊你不是不来开会，董事会也不去讲说你的方案是什么，那每天在写脸书，然后我最受不了的是，啊你还找议员来咨询我们。 然后在影射说，那个是11亿元，那我们党人财路，这我就实在是太火大了，太过分了，搞什么鬼了？